绍的是冠军复城冠军建设有限公司的作品，恭喜您。接下来要恭喜的是冠军建设有限公司，恭喜您。冠军建设有限公司，首先要谢谢主办单位有给我这机会，我冠军建设一向与专业品质、安全、艺术的原则从事建筑工作，同时我们多年来也得到我们住户与消费者的肯定。今天能够得奖，我感到非常的高兴。我们再将继续努力，为消费者做更多的优质产品。谢谢。